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陈老师啊。今天这期视频是在这个忍界牙，我们做一个试玩。这个忍者呢，我也是刚刚买到。对面的话是三个牙：忍界牙、新春牙、疾风牙。对面应该是专门玩这个牙的。然后这个忍界牙，我觉得其实还不错，只是我还不太会啊。那么撞忍者是非常尴尬啊。然后先骑在狗上，然后直接一个，互相啊、组合技啊。对面也是放这个组合技啊，都没打中啊。这一波，好，这一波呢走位啊，放洞穴。但是呢，哎，对面带的是闪电，有点亏。我先叫替身，然后一个牙吞牙。好，等对面替身陈老师压一个通灵啊，压通灵之后呢，对面跑掉了。但是这波时候陈老师分不清楚了，我实在是啊，这波我分不清楚了。好，这波的话血量陈老师有优势，因为你当你两个牙在一起的时候，其实有四个牙啊。这边呢一个互相牙通牙，我打先打中他。好，这一波先平 A 平一波啊，对面替身了啊。好，然后替身之后呢，对面压了一个熊猫啊，我走，赶紧走啊，我也替身了高塔，对面闪电直接打中我，这波是有点难受啊。那么高塔主要是分不清，知道吧？好。这一波，哎呀，没关系啊，我们等一波，血量还是我多。好，对面牙吞牙走掉，这个牙吞牙可以当位技能使用。然后这一波，好，一个组合技没打中，这个组合技没打中挺伤，因为组合技没打中的话，等于说两个技能都没有。哎呀，对面被直接被对面狗咬掉，一技能的话其实是有奥段。然后这一波呢，时间快到了，啊，血量呢还是对面多一点，啊，真的是有点伤啊。那么这个没关系，咱们陈老师是拿了这个 C 忍清压底啊，没事啊。那么第二个不知火玄剑啊，对面这个忍界牙。好，先躲一下啊，先卡，先一个影分身。好，对面这牙吞牙把我中的，没关系，不要在这视野，先替身替掉。我想骗对面通灵，但对面不交啊。好，这一波对面替身了，互相放这个密卷啊。好，这一波平 A 想抓一下啊，都抓不到是吧？他这边要注意，不要被他组合技打到，组合技打到很痛，而且组合技的时候应该是不能替身的啊。好，这一波骑在狗上的时候，这个忍界牙是有个霸体。好，这边一个千本羽打中，好平 A 啊，等对面替身的时候呢，位移技能走掉。好，这一波第五位他有个位移啊，然后这边对面是压通灵了，那么陈老师有点伤啊，有点伤啊，这一波对面的话应该是专门玩牙的啊，否则他不可能带三个牙，应该他对牙这个忍者是情有独钟啊。好，这一波呢，好，对面不敢打，好，对面闪电交失误了，这一波陈老师有机会一个卡给分一个影分身等对面替身，然后叫秒放弃权顶掉。好，这一波放千本羽带走啊。那么对面还有一个新春牙和一个疾风牙啊，这个牙这个忍者我并不熟悉，因为我并不喜欢这个忍者啊，而且的话他这个，好，对面是直接一个牙吞牙过来，但这个牙吞牙呢，啊，他又拉回去了啊，这波直接一个千本羽打中，哎，没打中，主要实在是傻傻的有点分不清啊。好，这边放弃权，那么这时候陈老师不想替了，因为没意思啊，替了也没什么必要啊，这个基本上就这样子，咱们反正用这个 C 忍清压底嘛，我这场比赛还是不想输的。那么第一个这个忍界牙确实是没玩好啊，没玩好，刚开始血量那么大，又是没打好、啊、这一波。好，这一波呢不要慌，先找机会啊。好，白眼先跳掉，看有没有机会啊。好，这一波呢想用水弹雨起手，但是对面呢直接一个牙吞牙位移走掉。好，这波互相平 A， 找机会，对面平 A， 先平 A， 等于说他是二打一啊，有点亏啊我。好，这边踢掉，好，这边白眼跳掉，好，找机会，对面秒踢了这一波，哎呀，但是呢被对面直接是抓到了。这时候陈老师有点伤啊，我总感觉我是二打一啊，他是二打一啊。好，这一波等对面失误，要么等我替身好。好，对面这时候失误了，让白暗跳跳，但是对面呢把乌鸦也交出去，这时候对面是没有通灵了。这一波一个水珍珠起手，然后放一个水弹雨，这波不急，直接叫大招。叫完大招之后，我们是可以接技能的啊。好，直接接一个水珍珠，好，白眼跳掉。好，这一波先平 A 一套啊，因为对面替身的话还没好，然后就往后走一走，放水弹雨带走。好的，那么我们清的话是吃掉对面第二个新春牙，那么第三个对面是这个疾风牙，然后这一把呢开局我用清起手啊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怎么起呢，白眼往反跳，然后直接水弹雨用这样子去起手啊，我这么清我就敢这么直接交通灵，逼对面放霸体，让陈老师放水龙卷。好，这一波好，把对面霸体先让他交出去啊，否则这个霸体对我的伤害很大。好，这一波直接白眼先跳掉，好，找机会去起手，水弹雨起手。好的，这一波对面替身快好了，平 A 不管他啊，先平 A 一套，因为我有替身在手，我不怕。好，他打我就秒替，好，赶紧走。好，这一波呢找机会白眼先跳掉。好的啊，对面没了，好，平 A 一下水弹雨，然后直接交个大招给大家看个奥义。那本期视频的话呢，还是用这个清压底是吃掉了对面的三个牙啊。那么这个忍界牙其实这个忍者还是不错的，我再去练练啊，好吧。那这期视频给大家做到这边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